時間過得好快，到咗我哋今晚壓軸一曲送上俾大家係《殺中妻》。嗱，我諗呢首曲目咧，大家喺各大小嘅演唱會都聽到好熟啦。嗱，我簡單介紹下內容啦。嗱，其實講王莽散漢光武中興嘅故事，大家都知道歷史噶啦。西漢因為首都喺長安，俾王莽散咗之後，光武帝中興之後，將個首都搬咗去洛陽，所以變咗後期叫東漢，係向東遷移咗個首都。嗱，當時有一位好出名嘅人叫吳漢，啊，故事就係咁講啦。王莽散漢，當時有一位漢臣叫做吳國主，不值佢所為，唔同佢同流合污，俾王莽一劍殺咗，俾殺咗佢。啊，佢流落孤兒寡婦，孤兒就係吳漢，俾另外一位漢臣叫做馬成偷偷地收養咗，並將吳漢養育成人。啊，吳漢長大之後咧，長得英偉非凡。有一次喺狩獵嘅時候，擁救咗王漢個女，擁救咗公主王蘭英。王漢對佢另眼相看，非常睇起佢，於是將個女王蘭英嫁咗俾佢，招佢為驸馬，並封佢為總兵，令佢鎮守潼關。啊，後來咧，漢室嘅後人劉秀將軍起兵服漢，佢打到嚟潼關嘅時候咧，點知一戰即敗，俾吳漢捉拿咗。吳漢咧正想將劉秀將軍押上去交俾王莽嘅時候，佢母親就嚟同佢講出一件18年前嘅慘事，佢要吳漢立刻釋放劉秀將軍，跟佢起兵服漢，並為免除後患，要佢持劍到京堂殺妻。嗱，我諗大家聽過故事噶啦。好啦，唔講咁多啦，立刻有請。今日同阿喬姐合唱呢一曲嘅係一位嚟自肇慶市粵劇團嘅團長，著名嘅文武生李秋元先生。嗱，李秋元先生功底扎實，唱做念打俱佳。嗱，尤其是大家如果睇過佢演出過嘅《鐘馗》呢個劇目咧，真係令人拍爛手掌嘅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有請李秋元先生、喬姐送上一曲《殺中妻》。Thank you.
冤孽冤孽恩歌唱，红雨清清响，声声断人肠，催人血泪点点流，心啊伤，恨啊最平安，是家山人望，声声清香如响，真能动菩萨心啊唱。今夜信女王难应，可否逢凶花吉啊唱？泪眼。公主，坐。驸马，你君务操劳，辛苦啦。辛苦辛苦，身不苦，心最苦。驸马爷，你讲乜嘢啊？冇，我系问公主。朝晚品什么神，念什么经啊？哦，提起求神拜佛，公将出来，驸马爷又要见笑啊！哦，公主此话何解呢？请听啊，王万也定。
千军万马，难挡住佢一语又长啊！起前手，我罗汉亲家原来是仇家，求什么神灵降罪，一把无情剑，千斤罪要。何堪乱掂啊冤家，错上鸳鸯绑啊！驸马爷。品上苍，一桩心事瞒奄奄，几番欲问，不敢讲啊！公主你何所问？请直说无妨。吾家有世仇，婆婆其愿吐血浆，敢问仇家何名姓？贼子居住在何方呢？红牙柱，吴家杀父仇，一言难尽讲。吴家仇恨，吴家事，无需公主问端详，问端详。驸马此言差矣。我当为吴家相，纵使仇家世位比天高，我家父王却在云霄上，敢问仇家何名姓？一张王榜要他无处藏，无处藏。仇人世位比天高，却在云霄上，若问仇家名和姓，天下早传扬。要捉拿此奸凶，不需贴王榜，远在天脚大院，近在我身两旁。驸马此言怎解呀？天哪了！为父报心仇，今宵讨血账，先杀王家女，后算你父王。杀！
处，你乃眼。十八年前，乱神贼子谋朝篡汉，我家爹爹同戚奸党，舍身不兼护汉王，恨奸贼夺剑行凶，我爹爹死在金界，血流剑上。良辰大宝国受家恨，收藏此剑十八年长。公主要追问吴家的手印，他就是你家爹爹，姓王名王，为国为家，当以血还血，誓杀国贼，剑下魔。人爱火妻
母送彩娘，痛苦惨凉的身，辞店闯京罗堂，从冇命尽呢下前中终身可。两晚由戏曲品味主办，玉桥曲艺院协办的贺玉桥粤曲演唱会好圆满地结束了。现在有请今天所有表演嘉宾再到台前，向在座各位观众、各位朋友致谢，多谢大家的来临，多谢大家